川谷正雄一下船，肯定就有人把他保护起来。那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。等着鬼子自己把资料送过来啊。没有十足的把握，我们只能等待时机了。还要十足的把握吗？我们这样是不是太谨慎了？没办法呀，做地下工作的必须要遵守这个原则。日本人有个重要人物要来，我想到码头上看看。 听说七爷最近比较辛苦，我煲了汤来给他补补身子。老板娘，今天情况特殊，尤其是晚上，谁也不能进去。这又怎么了？皇军来了个重要的人物，一会儿小田大佐和秋野少佐都得来码头。这就奇怪了，我跟七爷见面，按照皇军什么事儿了？小的不是这意思。 你的意思是不让七爷和我这汤？哎，不，哎呀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不进去就是了。我呀，把这汤给小狗喝，狗还对我摇尾巴呢。哎，老板娘，您别跟我生气啊。哼，你这小子，我明天就告诉七爷，看他不剥了你的皮。哎，别别，好，那我带您进去就是了。哎，江爷就在这等吧。 什么江爷，江爷的，太见外了！你们江爷就是我弟弟，我弟弟也是生意人，我引荐给七爷，这以后一家人也互相有个照应，不是？那成，走。七爷，七爷，嗯，老板娘来了，嗯嗯，来了吗？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七爷。哎。 七爷，我亲自给你熬的鸡汤，快趁热喝吧。亲自给我熬的鸡汤，你有这份心吗？我当然有了。您是我的靠山吗？我能不关心您吗？哎呀，你看这几天不见，你都瘦了。行了啊，甭玩这虚的了。有什么事就直说吧啊。蒋文山，快请过七爷。拜见七爷。当不起啊，我怕你打我。 七爷，他不是开了一家布庄吗？前阵子让人给砸了，我们打听出来是胡老大干的，所以想请七爷帮帮忙，看能不能跟胡老大打个招呼，让他以后别再给布庄找麻烦了。您帮个忙？不行，我帮不了。哎呀，七爷，他就像我亲弟弟一样，你帮他就等于帮我。哎呀，那吴妹子，他那布庄。 要是开在码头上，我可以保他一方平安，没有问题。可那是黑龙堂的地盘，我真帮不了。哎，屁大点事儿你都帮不了。
你能帮什么呀？对呀、啊，你不是说我是狗熊吗？哎，我就那屁大点事儿，我就帮不了。我没请你俩来吧？出去啊！熊样！走了，别理他。哎，熊样，你啥时候对我能温柔点儿呢？鸡汤啊！停车，停车！嘘，你在这等我。廖小姐，听说皇军来了一个生化专家，我们社长特意让我来对他进行一次采访。廖小姐，您没看码头戒严了？我是个记者，我有采访证，给你看看。您跟我说这我也不懂呀，要不您在这等会儿，一会儿太君来了，您跟他聊聊。我跟太君都已经说好了这件事情，哎，廖局长也知道，要不一会儿你们问问他，别麻烦了，是吧？哎，不是那，谢谢啊。哎，老板娘还没走。又来了个廖大小姐，哎，算了，这些人你惹得起吗？大大さん、谷川さん、ご苦労。どうぞ。どうぞ。止まれ。入らせて。私は売春新聞の記者です。川谷さんに取材をしに行きます。老廖。春晓。廖さん。入らせて。老廖，你怎么来了？是社长让我过来，特意采访川谷正雄先生的。哦，川谷さん、こんにちは。中国へようこそ。あなたが生化学の専門家だと聞いた。今回は売春に来てどんな任務を連れてきたの？僕の任務は自分の知識で中国人に助けて君たちの生活を変えます。そうですか。川谷さん、疲れました。早めに休みなさい。うん。川谷さん、今回は中国に来て、中国の印象はどうですか？とても良い。綺麗だ。人も。褒め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。中国は好きなのは何ですか？中国の民間芸術はとても好きだ。できれば、小田大佐はここの特殊歌舞公演の手配を希望します。問題ないです。川谷さん、どうぞ。中国ようこそ。我先回去了，明天给你电话。好。哎呀，你倒是动手啊！那么多鬼子兵，怎么动手？哎呀，白白吓了老娘一只鸡。放车吧，一起回家。哦，我得回趟报社，把今天的稿子赶出来，明天一早就得把它发了。那我送你过去。不用了，我叫的黄包车在外面等我呢。
拜拜。明天一早出城，去乡下找几个民间艺人，临时搭起一个草台班子来。我明天早上会去报馆，把乡下人进城演出的消息一起发到报纸上。记住，一定要在不同的村子里面找。我明白。哎，你看了半天了，能看见鬼子司令部啊？你会勾脸吗？干什么？小田一郎请了个戏班子，今天晚上去司令部演出，我想跟着混进去。你去不行啊，太危险了，让我去吧。不行不行，你太鲁莽了，这种事儿不适合你。当年我跑江湖的时候，真见过戏班的人勾过脸，但是我不会，就这么定了。我觉得这件事不适合你，下次再来啊！走了啊！哎，走了、啊，再见啊！我跟你说，你会勾脸吗？会呀、啊，我以前在街头卖艺的时候学过。哎，我那个时候啊，你要干嘛？你帮我勾勾脸，我要跟着戏班子混进鬼子司令部。你还贼心不死啊？我就想让彭兄你看看。他办不成的事儿，我江文山办得到。我就只有你这一个帮手，这件事儿就咱俩。哎呀，你不把老娘拖下水，你浑身不舒服是不是？有我顶着，淹不死。走。哎呀，最近从你爹那里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消息，他是不是提防你了？他早就开始提防我了，不过我怀疑他是不是真的知道了什么。哎，吃糕点。那个变戏法的杨师傅，你们交代完了吗？交代过了，杨师傅声明大义，他的妻子还被日本人糟蹋过，上吊死了，他答应出手，既为国仇，也为了家恨。这是一款高浓缩的维。我知道川谷住的房间，但资料藏在哪儿我不知道。鬼子的文字我又不认识，找起来怪麻烦的。
想让老娘怎么做，你就直接说吧。司令部东侧的电线杆上有个电闸，8点钟，你准时把它拉下来，2分钟之后推上去。就那么简单？然后转到西侧，到司令部院墙外等着我，拿到东西立刻走人，别的不要管。我怎么感觉你在交代后事啊？就算我死在里边，也要把东西交给彭兄弟。谁是班主？哎，我是。这是小田大佐发的通信。咋个的？你脑袋怎么了？练功的时候不小心撞到。問題がなかったら入らせてください。後宮たちは待ってるの。班主，你跟我来。大家蹲得上。大家不上场的时候就在这儿休息，不要乱说话，最重要的是不要随意走动。班主，哎，把你的人都看好。好的。今回の任務は特殊兵器に関する知識を教えてあげることだ。危険が発生しないように。兵器を改善した後、威力もっと大きくなるだろう。もちろんだ。田中は行方不明になってから軍部を調整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。自己发财。まさかこの以外は逆に我らはもっと地位の知的な武器を開発した。どうぞ。年年有余。哎呦！哎！哎呦！
太君一定以为小人的财物都藏在彩丹里，我现在不用彩丹，在太君面前表演一次。長谷さん、お師匠のものを布に隠れてたと思うでしょ。でも師匠は今布なくても直接に物を買われ出すの。はあ。おいだ、素晴らしい。ハ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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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カオダニさん、ちょっと故障になって邪魔しました。城を見てけ。はい。ついていく。さまだ点々したのかよ。行こう。鎌谷さんがバランを回復を待ってるから。回廊点検よくあることだ。行こう。
劫色不劫财。哎呦，你搞什么鬼啊？画个大花脸吓我，吓死我了。我来给你汇报任务来了。吵死了。你到底去日军司令部了？进去了？进去了，我还拿到鬼子专家的资料了。啊！你拿到川谷正雄的资料了？嗯，我让南宫先把他拿回梅花客栈了。可以啊，江文山，有两下子。这南宫这个脸勾的嘛！哎，快去洗，快去洗。给你打水，给你打水。你消失了一段时间，难道屋子里的人就没有发现？我画个大花脸，你都认不出来我，更别说别人了。只要不被当场抓住，就万事大吉了。我奇怪的就是，当时怎么没有人声张呢？可能是那个二鬼子提醒我们，不要随便走动说话，他们就不敢出声了。林翻译，除了他还有谁是二鬼子？哎呀，这个妆难受死了。発見したの今先です。遺体をすぐにヘメ隊を検査しに行く。資料はどうなった？資料見てきます。我一大早就看见你摆在门口的扫帚了，但在这个时候我不能轻易离开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资料拿到了。是江文山干的吧？你认出他了？暗地里帮了他是不是？他头上缠了块破纱布，就以为我认不出他了。我随便问了他一句话，从声音上我推断出来是他。这个人有点小聪明，就是做事太不谨慎了。昨天晚上要不是我，川谷正雄的助手就发现他了。总之拿到了就好。昨天晚上司令部突然断电了，是你在外面搞的鬼吗？嗯，是暖姑。江文山拿到了司令部的平面图，他知道川谷的房间，但他不知道资料放在哪儿，他就想出了这个主意。他想通过断电引起日本人的注意，这样他们去检查资料的时候就相当于给他引路了。他还真鬼。今天早上还发生了一件大事，川谷正雄死在沙发上了。尸体经过宪兵队的解剖检查，断定死因是食物中毒，但这一定不是江文山干的。川谷正雄和小田一郎秋野不是一起吃饭的吗？那就奇怪了，这两个人都没事，为什么单单他一个人死了？川谷正雄吃了生鱼片和大量的维生素 C， 这两种东西搭配在一起就会形成砒霜，那可是有剧毒的。秋野现在怀疑是那个变戏法的师傅干的，正在全城搜捕他。一个变戏法的师傅怎么会知道这么深奥的知识啊？显然是背后是有人指使。那个唱戏的班子也是临时拼凑起来的草台班子，等戏一散场，
一个人也找不到了。怪不得姜文山消失的时候没人声张，原来是各怀心腹事啊。哎，我把资料藏在了梅花客栈，等一下我把它取出来翻译成中文。好，你快走吧，快走。你看这个，你带着它就像我在你身边一样。你一直都留着？他可是救过你的命啊，这么重要的东西我当然会珍藏着。如果现在不是时间紧，我一定吹一曲给你。带上。芝居の一座の中の人も見つからなかった。資料を盗んで盗読、一人でやるんじゃない。彼らはグループだ。大佐、もしかして我らが餌を投げ、あのいくつの中国人を試験しろ。具体的に言ってくれ。我らはこのように。这次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，我已经向总部申请嘉奖你们。应该嘉奖的是你，如果没有你的运筹帷幄，就算刺杀成功，哎呀，这些人呢也别想活着出来呀。不管怎么样，你们的功劳在先，这杯酒我敬你们。还有一件怪事，昨天有个大花脸混进了我们的队伍，一起进了司令部，在断电的时候他还突然消失了，大概十几分钟才回来。还会有这么一个人？会是谁呢？他混进司令部目的又是什么？这个人一定在这十几分钟的时间做了些什么，你去查一下，看看除了川谷正雄被杀，昨天晚上司令部还发生了些什么。君は褒美宗師は完璧、大東は共栄と天本の倍順で、こんなような大変な事件が発生した。これは君の後人の恥ではなく。
我刚得到情报，鬼子调来了一辆电波测向车，以后你在这里发报也不是绝对的安全了，你一定要多加小心。我会的。还有那份情报先不要着急了，鬼子现在封锁了出入白城的各个要道，就算我现在溢出来你们也带不出去。我知道了。嗯，你看看这个。什么？这是日军中转站的地形图，我已经都标注好了，绿色的是碉楼，黑色的是暗哨，红色的是雷区。哎呦，太好了。哎，你动了小田一郎的保险箱了没有？今天一大早小田一郎就召集了司令部的高级军官开了个紧急会议，等会议结束以后他才把我们几个中国人叫到会议室去。我是在桌子上看到这东西的，看来日本人要对特殊武器进行改进，威力会更大，我们一定要销毁它。好，那我现在立刻往家发报，你先回去吧。我给你望风，等你发报完了我再走。好。我真后悔当时没有好好学习发报，要不然你现在也不会面临这些危险了。你放心吧，你先回去啊。さんを視察した。大切な資料を盗んだ。刚刚召开过安全会议，昨天晚上有人潜入司令部，谋杀了川谷正雄先生，并且窃取了一份重要文件。小田一郎有什么阴谋？如此绝密的中转站地形图，为什么放在桌子上？是疏忽大意，还是故意为之？昨天夜里皇军有行动，杀了好多人，都拉到宪兵队去了。杀了很多人？对。都什么人？都是共产党。共产党？别胡说啊。